夏去秋来，冬又将至，季节变换，时间流逝的脚步谁也阻挡不住。而在美丽的高原，秋天好像更为短暂，短暂到我时常觉得自己追不上他的脚步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游的水，这里是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党岭村的葫芦海，一处藏于深山的小众秘境。上个视频讲到，我从党岭村出发，起码约一个半小时，再加上边徒步边拍摄约二个半小时，总共大约四个小时，终于见到了美丽的葫芦海。我来到这里是11月上旬，可见深邃的蓝天之下，秋水盈盈，温柔而纯净，雪山伫立，美丽而圣洁。只是遗憾的是，湖岸的树木有很多已经掉了叶子，略有些冬日萧瑟的意味，大概已经并不是它最让人惊艳的时候了。今年春夏两季，我分别许下了两个愿望，一是在春天经过阿坝金川县的太茅路时说，秋天要再去那里看看；二是在夏天来到党岭时说，想把与葫芦海的初见留到它最美的秋天。因为种种原因，太茅路的秋色我是错过了，而葫芦海因为此前有一段时间没有开放，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时，便错过了它最美的时节。不过的确，人生并没有那么多刚刚好，学会接受遗憾与不完美，是成年人的必修课。葫芦海因形如葫芦而得名，虽然我没能一睹它最美时的容颜，但此时的葫芦海也还是很漂亮了。它与身后的雪山相依相伴，不知道一目睹过多少次春夏秋冬四季轮转。无论有没有人翻山越岭来看它，它都一如既往静卧于此，凝视古往今来，沧海桑田。党岭的雪山位于横断山北段，夏羌拉是其中的最高峰，海拔高达5400多米，属于莫尔多神山的附属山脉。网上说它的藏语意为美女神山，如今亲眼得见，的确美丽而圣洁。据说除了葫芦海，还有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海子分布在党岭这片土地上，仿佛上天遗落在人间的宝石，把它装点得分外动人。由于下山我要全程徒步，山路崎岖坎坷并不好走，需要多预留一些时间，所以在葫芦海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我们就准备返回党岭村了。亲自去过葫芦海或看过我上个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条路上很多陡坡加乱石，再加上这边海拔高，所以走起来速度不可能很快。不过下去还是比上来的时候轻松了许多，我也有更多的精力去拍拍沿途的风景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干海子，上个视频也讲到，四川叫干海子的地名很多，我去过的就有好几个。秋水长，秋草黄，深秋的意味在这里特别明显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此时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已经比较低了，白天太阳照射下还好，而清晨时分我穿着羽绒服都还瑟瑟发抖。但这里的水里却还有蝌蚪，它们比较警觉，我只拍到一只。在这里特别能体会到金秋二字的感觉，虽然树木有些已经掉落了叶子，但金黄的草甸却呈现出油画般浓墨重彩的质感。我以前有段时间喜欢看西方印象派的风景画，
虽然与这里的景物并不相同，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却莫名有些相似。继续往下走，时不时回望身后的路，有点不知道自己之前是怎么爬上去的。有的地方还有积雪。要说在森林里面徒步的话，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夏季那种郁郁葱葱、生机盎然的感觉。即便树木遮去了很多阳光，也依然让人觉得朝气蓬勃。而深秋初冬的森林则带了几分迟暮的萧瑟意味。当然，我只是表达个人感受，每个独立的个体面对同样的景象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与心情，每个人的审美感知也有很大差异，无所谓高低好坏。在路边的树上看到这种东西，开始我以为是菌子，但又发现是硬的，很好奇到底是什么。还有这种白色的小果子，国庆时在月亮湖边也看到过，都不知道名字。我喜欢森林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生物，虽然大多不认识，但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不过可能因为深秋时节很多草本植物已经或正在凋零的原因吧，这一路上好像没有见到太多值得一拍的植物。路上遇到一匹正在欢快蹭痒痒的马，估计快到飞机坪了。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就到了飞机坪。之前上去的时候我是骑马经过这里的，没怎么拍摄，所以这边多给几个镜头。这里可以做一些补给，如果走不动了，在这里有马的话也可以从这儿骑马下去，而我还是选择继续步行。这里有一片相对比较平的开阔地，而飞机坪这个名字不知从何而来。此时大概下午五点过，已感受得到一些黄昏的味道。高原山野间没有所谓的早高峰、晚高峰，但一点点变大的阴影和慢慢低下来的气温却会提醒你，该回去了。马儿能够载人走的路，比起上面只能徒步那一段还是好了不少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些景象，我在上山的时候都是没怎么拍的，因为那时候骑在马上，牵马的老乡提醒我注意安全，把手机收起来，所以骑马时只在平路上拍了几个镜头。此时虽然天还未黑，但月亮却已经升起，我们要走下这个大斜坡，已经远远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子了。走到下面回头看，这个斜坡还是挺陡的，我在这儿又摔了一跤，想看我摔跤的朋友们，对不起，又让你们失望了，没有拍。傍晚时分，森林里已经比较阴暗，但所幸也已经快到村子了。此时远望下面的村庄，感觉格外亲切。岛岭还有温泉，但我这次只有两天半时间，没机会去温泉了，所以只能看一眼路牌作罢。回到村里已是下午六点多，暮色四合，炊烟袅袅，很温馨的场景，但我却只想快点找个地方吃饭，太饿了。那下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岛岭的夏秋季节景色对比吧。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哦。